是桃园的 La Migo Girl。 Yeah, yeah.在这两队啦啦队加油声下，比赛成绩一定突飞猛进。接下来中年男子就要选队员喽。一边在看表演，我觉得 Jeff 的分析非常的透彻。你看这几位中年男子，他们在看表演的过程，你心有戚戚焉啊。我刚刚有稍微在看啦啦队表演，只是我从往后看，只可以看屁股看多久就开始腻了。对，因为我看不到脸嘛。你就看他们。我就看他们，包哥，我觉得他有一件就已经在研究，他要把哪一个留电话，然后带出去约会。心里面的话就是，哎，这个我想要带他去哪里吃饭。哦，这样子。OK OK， 心里面的 OS， 那白云哥心里面的 OS。白云哥，感觉就是哪一个可以带回家就带。都好，都好。他没有很注意在看啊，都哪一个都会塞，欧贝短快拍掉不？我看，来精辟精辟啊！我想讲钟哥在钟哥，聪哥，你改你功，你改你都要你选上。你老实讲，因为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所以你老实讲。我在想这问题。OK， 他们都跳得非常好，唯一的缺点，安全裤太大件。对，这个跟我刚刚有没有讲的一模一样？因为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会。对，有时候这种表演，如果安全裤太大件，是已经到一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我觉得没礼貌，没礼貌了，没礼貌。我们整个看下来是非常的有遐想，像安全裤就醒酒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专业，没礼貌。对，原来百分之百看这些哦。好，我王哥，我以为他应该对女生没兴趣，但是呢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刚一直这样，对对对，我也看聊，他的手放在你那边跟你聊天，周周哥的时候就是非常来，对，哎，我都没注意，你觉得呢？不是那种，哎，我来看看，不是，哎。很清秀，干嘛？你没听懂啦？我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不要！你讲。但是王哥的眼神，很像就是跟超人一样有超能力，他看得过，他可以看透视啊，可以透视，真的，那种眼睛可以透视人家的衣服，所以每一次他看拉拉队的时候，有时候瞄过来我这边，我有一点这样子。后来我发现我挡这边不对了，是，搞这样子，真的 ，OK， 那可是我们要问一下啦啦队女孩，对于今天这些好中年球迷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有心仪的感觉吗？还是说跟平常的加油的球迷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差不多，听你讲一下，差不多，就很可爱。你觉得他们可爱是不是？真的吗？那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为谁加油？我想。伟明哥，哦，你想为包大哥加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很帅。哎，是不是？我想要帮虫虫哥加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穿得很运动风，然后就觉得他是有备而来，我一定要帮他加油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小茶呢？我要白云爸爸。昵称昵称白云爸爸。这个叫有规矩啊，这样真的啊，你知道白云爸爸 OK 的啊，你尊敬这样，这个称呼最好小心一点哦。嗯，他真的我不骗你，因为乖哦，白云爸爸很容易就扒了我一样。帮你换衣服，为什么特别想帮白云加油？就特别有
这种亲近感觉，家人的感觉，想为家人加油，关怀老人，尽力而为。不是、啊，家人的感觉不一定是神明啊，不能吓他。对，你看一关不一嫩不一嫩哎。没有，想对，热热小心呵护哈，不要轻易喂食或触摸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拍打，那窗户不能拍打。不要拍打，对。Ellie 有没有特别想为谁加油？那我们就王灿哥哥咯。王灿哥哥为什么？因为他帅，身强力壮，是看起来就会身强，是体壮很少力壮的啦。你们今天可不可以示范一个平常最常讲的口号，最可以就是带动现场气氛？我们今天有叫不一样的，我们有特地为麦吉大哥跟OK， 对，一起有设计一套你们的口号，真的吗？对，为你们做的口号，真的好。那现场为我们欢呼一下好不好？举起你的左手，马吉马吉；举起你的右手，超级棒超级棒；举起你的双手，马吉大哥，超级棒。看到没有？第一个很可爱，第二个听到什么超级棒超级棒的，我你怎么讲着我这样子？哎，见过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超级棒，超级棒 ，super super hero， 超级棒，对，棒。听到欢呼，你有没有整个人觉得？对啊，我就哇，去吧，来啊来。耶、yeah. oh, ！我赶紧来阿舅。对，真的哈、哦，好。还有一个是为我设计的，对，从来没有被人家欢呼过，哎，那我们可以听一下吗？好，五六七八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侯佩岑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侯佩岑，侯佩岑，嘿，侯佩岑，嘿，五，侯佩岑。哇，冲！哇，喂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去厕所就往那边。我有冲劲哦！阿秋吧，阿秋吧，侯佩岑，侯佩岑，超级棒！看不起你了，你也是啊，超级棒！我是五这样子，哇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今天特别有啦啦队为大家加油，所以等一下的体育赛一定会更刺激。那我们就请第一名。包伟明，包大哥，您可以选三个，三位啊，啦啦队，是的。那当然，第一个一定是兄弟象喽，这两位喽。哦，还可以再选一位，选那个。对，哇，那怎么好意思？那我一定要把。你要不要选衣服颜色都一样的？有没有？那个制作人大卫。不一样，他们三个人啊，快去戴假发去换衣服。我怕把精英都选完了，最后一名他有多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怕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你接下来再选的这一位就会很明显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你喜欢的型。对。没有啊，其实兄弟像这两个我都很喜欢啊。你喜欢真的，我真的可以选多一个，多一个，就是你爱的那个了。我不是。这个不能讲说爱，不要说爱，只想跟人家多相处。没有，我不是，也不是这么讲，我是想把你的最爱选过来，这样就对了。不是，这样是对的态度。不是，因为目前我要让他插就插到底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定要做反差嘛。对。所以我选择小菜，是不是？小茶，小茶，小茶。不好意思，那老花眼啊，这样就对了，宝哥。等一下，我把眼镜擦一下。小茶，好，王灿大哥可以選。那我就顺着下来，区区跟那写三百嘛。Ellie， 你们中年男子眼睛有这么差吗？三百，好，三百旁边是畅饮吗？好不好？要不要介绍一下他们的身份？不能怪我们视力不好，我是说真的，你们那个太老眼昏花。太不清楚了吧？真的，以后你们中年男子来名牌要这么大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所以 Ellie 跟曲曲 ，Ellie 跟曲曲，好，我就选这两位，好不好？小凡，我喜欢青春洋溢，而且又很活泼的，好不好？这两位叫什么名字？红衣的美女叫什么名字？就是那个小红，两位小红。小凡，最难念的字是子宁，对不对？好，还好没让你念啊。哦，宁啊，对，子宁。子宁，哎，唯一看得清楚的是他，但是他不识字，所以念不出来。他还是念不出来。他视力好，但是那个没办法识字。蛮厉害，因为不懂那几个汉字嘛。我赶快了，我换我挖进。各组啦啦队员都分配完毕了，接下来就要来一场非常激烈的男人臂力大考验。
辣妹应援团激发中年男子肾上腺素。目前看起来，我觉得包伟明大哥有可能会赢，因为他有三个，那个加油的感觉会比较拼，对不对？拉拉队加油的很好，很好。我整个肾上腺素五级八。好的，就定位，我们现在的臂力测验就是要测大家的爆发力跟肌耐力，好不好？现在各自呢都有拉拉队在身边。对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暖身，不要再被暖身了。暖身，目前看起来，我觉得包伟明大哥有可能会赢，因为他有三个，那个加油的感觉会比较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所有选手通通有，预备，白哥加油，白哥，好，臂力测验开始了。还有，还真的。王灿很拼，王灿，崇哥，崇哥也很拼，崇哥，还换手，崇哥，快停！一瓦子，一瓦，不得了了，白云，哇！而且切得整整齐齐的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白云哥为什么聚得这么快嘞？哈，拉拉队加油的很好，很好。我整个肾上腺素就很厉害，激发是不是？激发起来了，手就快，是是是，快手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名应该是，应该是宝白宝宝白哥，宝大哥，虫虫都是你，把 Jeff 搞得那包白包哥，包哥，包哥，对，包哥，包哥是包哥是第二名，第二名，对，那虫虫跟王灿，应该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但是跟王哥刚刚有点受伤，受伤了，所以我们就给他第三名，好，是是是，虫虫哥。其实我内伤比他重，你不要说了。我是刚刚在记的时候，那第一名是不是有一些奖励呢？对对对，我们第一名可以选两个啦啦队加入。什么？还有新的吗？没有了，后面还有，就是从你们的身边。身边。带走哦，我知道，就是物换星移就对了。我会用电诶，回来那几个。哎，虫虫哥，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手舞动，等一下，你干什么？过来，你干什么？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晚，后面已经没了，我是先留两个。白哥，我刚刚看一个，你一定要挑人，是这一位。谁？刚刚说要挑两个的时候，你可以挑两个的时候，对，就开始有人在诱惑你。你说谁？哪一位？就你，就你好，还有一条干。还有曲曲吗？曲曲，做个足巧的，我你看，已经足明显了，就对了。对，足明显。我那个真正无法度个结果，我都是一根木头。哦，白云哥，白云哥，你我讲干那木头嘞？是，过来，曲曲，曲曲过来，可以挑一位还是两位？够几位啊？两位，是你报仇的时候了，虫虫哥，你们这时间不早了，好，摆明了，不行不行，不啰嗦，我就挑。小茶，小凡啦，小茶谁啦？别叫，好，好，还是回到那个白云爸爸的身边，对，爸爸身边，爸爸会把你救回来的。好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，那 Eddie 好了。天哪！Eddie 这样 OK 了，这样没关系，我接下来我会再努力啊。对对，王大哥，你受伤又没有美容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我现在放空。白云仿佛吃了大力丸般，瞬间就将木头锯断，也让他在这回合多了两名啦啦队员。但可怜的王灿竟然要孤军奋战了。男子体育大赛目前进行第二回合，可以看得出来几家欢乐几家愁。这个白云哥目前得到三位啦啦队女孩，谢谢大家。包大哥也是三位啊，虫虫哥聊得太开心，虫虫。比赛了，比赛了，好危险，好危险的！你有感受到你隔壁的？
孤独吗？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他目前王灿哥目前没有啦啦队。目前没有，目前我自己可以。可以借用一下吗？不行不行，连啦啦棒都不行。真的蛮狠的，连这个也不愿意借我。这样人家以为我们节目是作假，我们都是玩真的。好，那这个关卡王灿大哥就要努力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买个先示范。